来，我们现在来到西雅图的那个火车站，好，你看这下面是火车，啊 ，Sounder， 好多人是赶火车来的，好，在这里在 King Street， 你看这写的是 King Street Station， 啊，这里是 Jackson， 就这个，这是它的老火车站，啊，你看 King Street Station 这里，啊，就很老的这个标志，哈，啊，哦，它这里属于先锋广场，叫 Pinellas， 整个这一片叫 Pinellas Square， 啊。哦，它这里火车到处通了哈，哎，可以通到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哈，还有好多地方都是通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，OK。火车车的二阶、三阶，看到没有 ？Pinellas Square 上面写的哈 ，Pinellas Square 先锋广场，嗯。看这里哈，肯定是可以哈，先锋广场，这就是先锋广场了啊，啊，正面就是它的那个，你看，火车啊，啊，西雅图的火车站啊，看，哦，这叫 Jackson Street 哈，哦，那边就通到那个，海边了嘛，哎，通海边了，嗯，因为西雅图的湖啊、海啊多得很啊，它就是这个 ，OK。King Street Station 啊，哦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火车站。它这里可以乘火车到加拿大啊，还可以乘汽车去温哥华啊，两三个小时就到了，这很方便的。哎，可以乘汽车去。哦，还不错的哦，就这个嘛。Amtrak 就它，就这里，嗯。看看这个广场啊，高楼大厦 downtown 哈。哦，这是它那个火车站的售票大厅，你看多少人呢？哎，它这里通到美国各个地方，全国哈，就是这个铁路啊，哎，同时呢也通加拿大的啊，很方便。这我们去看看。好多人，每天多少人呢？坐铁路、坐火车，也可以坐汽车哈，很方便的啊。这是它的售票大厅，哇，热闹非凡，哇，嗯，有点老这车站。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西雅图的 Chinatown 哈，在这一个中华门，哎，中华门。然后呢，你看到这里是南景街和南第五大道啊，哇。它在哪个位置？哦，这还有一条龙呢，在那个，你看这是这个 international 区哈，在这里叫 international 区，哦，紧挨着的，嗯，紧挨着 international 区的，我看看这里哈，哦，哦，这是叫 international 站嘛，你看，这站。叫 International District 啊 ，District and Chinatown 哈，这站，哦，哦，这修的蛮好的，这下面就是它的那个，那个火车嘛，火车站，看，下面这是火车站，就 Lettering 啊 ，Lettering 在下面，嗯，然后上面就是它的 International Area， 看，啊，和那个 Chinatown。认识了，在切了烫。哦，好像好几条大的哦，好多那个餐馆哦，滋味成都，嗯，南第五大道，好像还比较大，好像好几条街嘞。哎，哦，在这儿，看看地图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整个地图在这儿嘛。哦，这还有日本的，哦，为什么叫 international？ 哦，它还有日本人的，所以还有中国人的嘛，华人的，哦，还有什么朝鲜的、韩国的，所以叫 international 区啊。
这里，正对门，这中华门，南景区啊，哦，就是这个车站旁边，哦，这是国际区，好像叫国际区和唐人街站哈，专门有一个这个站点啊，就是那个就轻轨啊，坐那个轻轨的话，专门有个站点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哈，这是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China 哈，这是国际区啊，国际区和中国城哈，来看看这周围环境啊，那背后这个就是那个铁路嘛，铁路站啊，然后看看这里，哎，这背后哇，背后的 downtown， 这正中啊，就是这正中你看一个中华门呢，哎，然后有很多餐馆，哎，有很多这个。中国餐馆哈，哇，哦，这个上面修的蛮好的，哦，这个区啊，这个就是轻轨站，这是个轻轨站啊，哦，这餐厅好像关门了嘛，中国人的，哦，这是太平洋餐厅，好像不怎么样看到，南景街，第五大道南景街，起名字倒是起的这条龙啊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前两趟，生意还蛮好的，好像。哦，这有条龙嘛，这看。中华门。这好像是老外的，卖酒的。哦，茶有日本的。哦，这就是为什么叫国际区。哦，有日本的，有中国的 ，OK， 西雅图，亚洲文化啊，看看这有多大，好像就几条街吧，那还是可以，还是哦，亚美旅游就是旅游的，对，超市哈，有个大的这个超市，亚洲超市。卖中国商品，还是蛮热闹的。中华门，看这个，中华门，哦，第六大道，中国烤鱼，哦，小龙虾烤鱼，哦，那个那有一个好像，哦，这里有个中国城的公园呢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中国城的公园，那还有这个庙子，好了，黑人在那儿，好了，黑人在那儿，我们过去了，这有些中国人的 hotel， hotel， 还有餐馆啊什么的，在这儿，好像这一个什么中华门的，我看，中国特色的建筑这里有，还是有那么大的哈，这个区好像。有好多中国餐馆，都吃遍了。这几条街好几条街啊，中国餐馆、中国特色，中国人住到这儿。你看，那在，好像在跳广场舞还是干什么？打乒乓球。大妈在跳广场舞，好像。但是没有国内的那个正式那么大就是了哈。还是有好几条街嘞。还是不错。这是西雅图的前两趟哈，我们正好在西雅图来看看西雅图的前两趟，还是不错的。